今天呢，小东给大家带来的游戏试玩是《红色警戒》的正版手游《红警 Online》。游戏是在腾讯微信的游戏中心下载的，就像上次测试一样，偷偷放出下载，让人措手不及。不过上次小东还是有幸能够下到游戏。相较于端游的红警，手机版的红警 Online 的玩法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手机红警 Online 已经完全没有端游那种玩的感觉，采集资源、升级建筑、造兵攻打等都已经和端游完全不一样了。手机红警 Online 的玩法已经跟许许多多的国产三国 Online 游戏一样。接下去就去看我的实际演示。好吧，现在我正在建造一个矿场。如果是那些三国志的游戏的话，应该建造的就是良田、农田之类的。现在要制造个油井。说真的，这些游戏越看越像那些三国志类型游戏，就是红警的皮，三国的骨，可能有点毁经典啊。不对，不是可能，就是完全是在毁经典，已经完全感觉不到端游时的那种感觉了。好吧，造个兵营。好吧，这段机具还算是有点，看来我要挂了，紫色兵那么多。看到英雄单人对战，我想知道应该要获得新英雄了。哎，这是个伊娃，获得新英雄伊娃。接下来应该是让我各种建造、各种升级吧。手冲送 AK47， 什么鬼？还有贵族商城，一看又是一款有钱就是老大的游戏吧。不好意思，我不会充值的，看来还有装备系统的。顺便讲一下，今天其实有三款游戏有测试，一个是红警 Online， 一款是妖神记，还有一款是合金战头反击。这其实这三款游戏小东之前都玩过，今天是第二次测试吧，所以小东都想去尝试一下。看一下这几次测试它没有什么改变没有。红警 Online 最大的改变应该是它战斗模式吧，第一次就是谁的兵多就可以直接把它灭掉，第二这次测试有改过，可以让人操纵了。合金弹头反击和妖神记的试玩视频有空也会放上来的。哦，忘了，今天还有传奇世界 3D 的测试。好，今天守望先锋有个大更新，好，十几级的，我要去玩它了。
Construction complete. I'm going.